好，那咱们都是可以的，好吧？嗯，那么我看啊，我们学员就是不提前来，是不是？不提前来，我可是要开始我的三三五问答时间喽。好，我们来的学员一定要跟得上我，好吧？我们来到了五十五,五，那么我们就开始下面的我们的一个环节。好，舞动就来啦，跟得上我今今儿啊。 好，那么各位学员，大家好，欢迎来到环球网校，我是赵恩山。那么在开课到五分五分钟之前呢，我们首先利用这五分钟跟大家仍然来到三三的我问你答时间，我们要准备好了啊。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上周给大家讲的内容。我们上周呢跟大家讲了一个是导流泄水建筑物的一些设计，对吧？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跟大家涉及到了关于险情的一些点，险情的识别，还有险情的抢。 who 那么除了这两个点以外，我们还给大家设计了一个关于节流的方向。那么在这三大块的内容上呢，我们主要是以选择为主，我们也会涉及到相应的案例题，主要集中到险情它的判定以及抢护方式，还有它的原则以及相关的部位。哎，所以在这一块，我们需要大家再次注意。好，那么这就是我们上节课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以及考试的方向。 那么针对于上节课的内容呢，我们仍然出两道题，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节课的内容。那么我的第一道题呢，就是关于咱们的施工险情。那么施工险情，我们有三个：漏洞、管涌和漫溢啊，在二建我们主要常见的有三种，对吧？好，那么我们来涉及到就是关于漏洞它的抢护方式有哪几种？啊，必须的。 啊，漏洞的抢护方式有哪几种？知道吗？有什么？塞堵、盖堵，还有一个枪堤，对不对？塞堵法、盖堵法，还有枪堤，对吧？那么，它其中涉及到的一些应用条件，比如说我们单个儿的，我们一般用到的是什么？ 塞堵，Side, 对吧？比如说我们小耳集中的时候，我们用到的是盖堵。那如果我们是小耳范围比较大的时候，此时我们用到的是什么呢？腔滴。哎，所以在它的方法你要知道有三类，还要明白这三类应对的适用条件又有哪些不同。那么在我们的管涌里边，我们也是均要涉及的。 好，那么关于我们的第一道题施工详情就跟大家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道题。那么第二道题呢是关于的咱的截流，对吧？那么在截流里边，我们要截流的过程里边要形成一个口，这个叫龙口。那么这个龙口的位置啊、设计啊都非常关键。那么对于龙口的宽宽度及其防护措施，它主要取自于谁和谁两个因素？ 谁说平堵力堵呢？平堵力堵，你说我是节流呢？没有，我说到是节流里边涉及到了一个龙口的宽度，我们还记得吗？流量和谁？流速，对不对啊？流量和流速这两个因素呢，就要综合的去考虑，确定我们涉及到的龙口的宽度及其保护措施，对吧？哎，这就是我们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关于节流的点，好吧？ 好，那么我们的时间马上就要来到七点。那么我们接下来要随着我的问题呢，我们关于三三的我问你答时间呢，我们就到此结束。好，那么我们刚才跟大家强调的，说到的是第二章。那么随着我们上节课的结束呢，咱的第二章也就讲完了。咱第二章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什么？咱们的第二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供什么？ 干燥的施工环境，龙口啊，是为了提供一个干燥的施工环境，对不对？当我们干燥的施工环境提提供好了，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施工了。那咱们在施工的时候，水利是水利和其他项目是一样的，我们应该是从下往上施工，对不对？好，那么就来到了咱的。 第三章有关于主体工程施工的部分，这是新的一章，仍然是我们首先通过它的分支定位，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这一章它涉及的内容以及它的考试方向。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看到的它分为了六节，那么这六节呢，就是从咱们的施工的一个最基本的，从下往上进行施工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涉及到的是土石方的开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的是叫做地基。 处理对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真正的一些主体方面上的一个搭建了。那如果是土石坝呢，我们要跟大家涉及到土石坝在施工过程的要点。那么还有咱们常见的另外一个混凝土坝，也就是在这儿提到了混凝土工程，对吧？那么除了我们的坝呢，我们还会涉及到我们提到三峡水利发电啊，还有我们安道的。 水闸，我们安起闭机等等的点，这些呢就会集中到咱们的第五节，叫做安装工程。好，那么这个呢都是在咱们具体的施工过程之中所涉及到的点。那么在施工过程之中，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安全第一嘛。所以在我们最后一节，在主体施工里边的最后一节，我后面提到了一个叫做施工安全技术，也就是说这个施工安全技术啊。 啊，我们安全第一嘛，它会贯穿很多方面。这一节呢，就会把常见的具体的一个限制、一个条件给大家放到这里。那么这一节就组成了咱们的第三章主体施工，内容是比较多的。 那我们就一起来去看一下，它通过这四年的一个定位，我们来看一下啊。对于我们一九年，我们涉及到了是十分；对于一八年是七分；一一七年是我们的十二分；对于我们的一六年给到了二十二分。那么随着咱们建造师它的考试方向以及考试定位，我们会呃给它到的一个预测方向，就是它的分值会增加。哎，这个大家要注意。有学生说：“老师，我一牛年才考了十分吗？” 但是我再强调了，是它的会增加，会成为一个走向，因为我们叫做实物操作与案例分析嘛，对吧？啊，我们来注意一下。那么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要点，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核心集中点会集中到了我们的第三节，对不对？我们来看的啊，会集中到了咱的第三节。那么我们的第二节次之。 对吧？然后呢，关于混凝土工程放到这儿，那我们的二三四作为一个核心的重点。那么对于我们的五六和一的话，我们一般呢会以选择出现。哎，所以呢，我们要跟大家又是进行呃一个重难点的一个划分，二三四，然后归为一类，一五六归为一类。所以通过这个分支分布带给大家的，我们对整体再有一个正确的把控就 OK。 好吧，那我们一起来剧化一下我们这节课的内容。那么我们这节课呢，主要集中到的是前两节啊，前两节呢，我会涉及到第二节的一部分。我们主要是讲完第。 一节我们开启第二节的部分内容，所以给大家涉及到的叫土石方开挖与地基处理工程。那么对于这一节课，我们的主要考点又集中到哪儿呢？我们一起来看啊。那么首先我们跟大家布置了五个考点。那么第一个呢，就叫做土石分类，看好啊，叫土的分类和岩石的分类，哎，所以叫土石分类。那么在这一块儿呢，我们是选择和案例都会出现。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会提到说老师啊。 考分类你不去考选择吗？对，但是在土这儿，因为我们一般情我们用到的是土是比较多的，所以在这个土的工程分类里边，我们会涉及到案例的一个点，所以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注意一下这个点，好吧？来看第二一个叫做土方开挖啊，土方开挖呢，我们主要涉及到一些机械，还有开挖的一些技术要点、一些限制条件。那么提到一个技术要点，我会涉及到案例。那么相对于机械的话。 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主要是以选择看它的分类，看它的作用。但是机械呢，还会和咱们后期的一些成本呐、啊、预算呐、啊、进行一个挂钩。所以在这儿呢，你还是要打好这个基础，好吧？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第三个叫做爆破技术。其实爆破呢，它对于水工里边用的比较多。 啊，所以在爆破技术呢，我们单独拿出来相关的点，其中涉及到一些特殊的点呢，比如说技术要求啊，我们后期还要跟大家去讲，在这儿呢，我们主要去认知一下它的工序以及相关的各种爆破方法啊，所以我们其中会涉及到一个识图的要点，在这儿大家注意，好吧？那么这就是前三个，就是关于咱们土石方开挖的点，接下来我们来看四和五，就来到了地基处理。 地基处理呢，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绍两块的内容。那么第一块呢，叫做地基开挖与清理，啊，那那在这一块我给到的是选择和案例。那么在咱们讲课之前呢，我首先跟大家一个点啊，这个呢是从未出过题，一次都没有出过。但是呢，它基本上涉及到的都是技术要点，可出题率、可出题度啊，相对于比较高，所以我给到的定位是选择加案例，我们要注意。 好吧，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一个，就是地基的处理方法。那么地基处理方法呢，我们主要是以选择，首先去认知一下它的基本方法，然后针对于不同的地基，采取的方法以及目的是不一样的。好，那么这就组成了咱们整节课的相关内容啊，不多也不少，需要你跟紧我，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去进入的是有关施工的具体要点。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的第一节就是土石方工程，土石方开挖。那么，我们来看土石方，首先我们来介绍的就是土方开挖，好吧？那么，土方开挖技术，我们土方土方，我得认识这个土啊。不同的土，它开挖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呀。对，所以咱们在二件事儿，不从它的物质划分了，不从它的什么风化程度、坚硬程度来划分了，我们主要跟大家涉及到的就叫做土的工程分类。 土的工程分类都是哪些？分类标准又是什么？我们来看啊，说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中常用的这个土的工程分类呀，我们主要依据了有两个。第一个呢，你工程工程上我们对于土的操作是什么呀？开挖呀，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给到的是开挖方法，选什么样的方法进行开挖？在第二个点就是开挖的难易程度，我容易开挖呀，还是不容易开挖呀？对不对？我容易开挖的。 我给到的级别是什么样子的？我不容易开挖的，我的级别又是怎样子的？所以它工程都和什么有关系？开挖有关系，对吧？好，那么依据这个，我们分了几类？分了几类？四类。那你看这个，不要小看这个四啊！一八年、一五年的单选就考这个数字。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就是我们建造师啊，尤其是水利这科啊，对于数字上的考核点呢、啊，真的频率相当高。我们一建的。 一九年的真题里边，单选题出现了五个及以上的啊数字考察点，所以大家去注意简单的小数字，我必须要拿到分对吧？好，我们知道了，总共分为了四类，那么这四类到底计划是什么样子点呢？就是看我们下面这个表。那么土工的土的工程分类，这个就出现到了我们一三年的案例题，关于土是如何去分类的啊，就给出一个描述，让你去判定它分类是怎样子的。 对吧？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要知道土的等级，我们的写法是一二三四，也就是在案例题里边最避讳的就是写个错别字，尤其是这种等别，我们要注意，一定要会写了。我们写的是一二三四，不要给我写你所输入的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四，好吗？ 送分题啊，那必须的，赶紧跟上我啊！好，那这个呢，我们必须要去会写。我们这个是和谁很像呢？和咱们的工程等，是不是？工程等，我们就是一二三四。那么图的等等级也是一二三四。 对吧？那我们一起来知道它分为了四类，来对应一下来看啊。我们刚才说开挖的难易程度和开挖方法来走的，对吧？好，那么我们可以应对的什么土的名称啊、自然的湿密度、外观以及开挖工具。那么我们在这一块，我们核心的点会集中到开挖工具和土的名称这儿啊。对于我们所是自然的湿密度以及外观及其组成特性。 我们作为次值去掌握。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首先来看土的名称，土的名称我们第一类叫做什么？沙土和种植土。那么来看开挖工具呢？是用铁锹啊，铁锹或者是略加脚进行踩开挖就 OK 了。主要的是用的什么呀？铁锹。那么种植土和沙土，你的判定它是容易的还是不易的？容易的还是不易的？当然是易的了。 对吧？你沙土，我用这个铁钳，我一挖一挖，我就挖了，对吧？所以，我们要知道，一等它肯定是最容易的，依次往下越来越不易，对不对？哎，越来越不易，我们有易到不易这个点知道。那么来看啊，沙土一定要去注意这个土的名称和你等级的一个对应情况。 OK，那么来去看其他的啊，什么自然湿密度啊？自然湿密度就是含水的时候的密度呢。我们给出来的是幺六五零到幺七五零，对吧？沙土的点，对吧？那么外观呢，就是比较比较疏松的啊，粘着力差或者是一进水，略有粘性的，略有粘性，所以我开挖的程度，嗯，容比较容易。哎，所以的第一个点没有问题，第一个，对吧？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二等，二等的时候啊，我们给到的是壤土。 壤土有年纪性了，是不是？或者是呢，还含根的种植土，就是我们提提到了我们刚才用到的铁钱是不是？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壤土的时候，我们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也是用咱们这个铁钱啊，也是用铁钱去呃，但是呢，我们是需要用脚踩才能开挖，我们要用铁钱了，但是呢，我们得用脚你才能开挖，哎，所以它在它的基础上更难了一些，对应的是什么？壤土。 啊，你看壤土的自然湿密度幺七五零到幺八五零，然后开挖时能成块并一打碎，这就是咱们提到的我们的二等。好，那么在这儿提到壤土了，在这儿提到了壤土，我们要注意了啊！我在前面第一节课的时候跟大家提到了均质坝的时候，我们这个采用的材料是什么土和什么土？是什么土和什么土？是我们的。 壤土和什么土，既有保水又有我们的透水，所以是壤土。什么粘土、土就是咋回事啊？壤土和砂壤土，对吧？哎，这个大家要去注意啊，和咱们的均质坝你要连起来。我们用的是壤土和砂壤土，哎，所以在这个要点上，好，这个要点上要注意。那么砂壤土的砂啊，要注意了。 好，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二等。我们来先来看第三等。那么第三等对应的就是咱们提到的粘土了。所谓粘土，粘聚力肯定是要强的，相对于咱们的沙土，对吧？或者是干燥的黄土，什么干干淤泥呀、啊？再有，我们需要大家去注意的下边这个叫做少含少量碎石的粘土，说是粘土，对，含少量碎石的粘土，它也属于咱的三等。 那么我们来看，用开挖工具呢，用咱们这个，呃，这就是咱们提到的壤壤土啊，这就是我们提到的黏土。我们用到的是镐或者是三齿耙开挖，或者是用这个铁锨呢，你得需用力才用脚踩才可以开挖，对吧？哎，这个呢又引入了两种，一个镐，一个三齿耙去开挖才可以。 好，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三等啊。那么三等的自然湿密度呢是幺八零零到幺幺九五零啊。那么外观及特性呢就是粘手的、看不见的沙粒或干硬的，不好开挖，对吧？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去看第四等。四等对应的叫做坚硬粘土，粘土是三等，坚硬粘土，你既你既有粘聚性啊，你还是非常硬的，对吧？ 哎，或者是呢，我们的励志粘土一定要注意啊，是励志粘土，还有含卵石的粘土，含卵石的就相对于咱们这个碎石，这个粒径更大了。无论是励志的还是卵石的，它都属于的是我们的四等。好，那么开挖工具呢，就是你现在呀，你只能用这个镐和三齿耙开挖了，你不能再用你的铁钳了，对吧？哎，这个大家要去注意。 好，那么我们的自然湿密度呢，就是幺九零零到二幺零零。那么我们根据它的一个外观及结构特性呢，就是结构是坚硬的啊，分裂后呢成块状，含什么粒，含什么粘粒呀，或者是砾石较多。哎，所以对于这一块呢，我们了解为什么在这个外观上我们提到的点是比较少的。那在这个自然湿密度，我们可以发现啊，它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界限。好，我们来看啊，并并没有。 明显的界限，我说这件铁钱是是俗语土牛干嘛呀？非让我说铁锹。<laughs> 好，这个大家注意啊，这就是我们提到铁到的点。你看自然失密度啊，说幺六五零、幺七五呃幺七五零，你说你幺七四零是哪儿啊？幺七四零是下边。那你说，那你说你这个幺七五零到幺八五零是幺八零零到幺九幺九五零、幺九零零到二幺零零等等相关的点，对不对？ 哎，所以在这个要点上，它们有重叠，因此对于这一块的内容啊，对于这一块的内容，建议我们学员了解就 OK 了。我们重点的考核点呢，会集中到土的名称和开挖工具，因为它们之间有重叠。哎，这个大家要注意，好吧？尤其是要注意的是我们的二三等工具。好，那么关于咱们提到的这个各种。 各种的样子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关于土的工程分类，一定要再次注意，分为了几类，分为了几等啊、嗯？我们等是怎么写？应对的土的名称是什么？用什么开挖就可以了。好，OK。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继续往下看。你认识了土，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项工作是什么呀？我们得开挖方式、啊，我们得开挖呀。我用什么开挖？哎，我们这儿提到了一个开挖方式。 我们后边还有一个开挖方法，啊，一定要去区分啊，因为你的方式是包括方法的，啊，方式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方法呢是具体操作是怎样子的，对吧？哎，所以在这个大家要,要注意。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土方的开挖方式都有什么啊？有自上而下开挖，啊，上下结合开挖，先按坡后合槽开挖，分期分段开挖。 那么我们要注意在这个点上啊，那么是自上而下，我开挖吧，对吧？我我自上而下进行开挖，这个很理解。那我上下结合，上下结合呢主要涉及到的咱们修坡啊。你比如说我开挖到这儿，我进行修坡，我修上去四下，对吧？我自上而下进行开挖，自下而上进行修坡。哎，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理解。 那么再往下看啊，先按坡后河槽，咱但是咱的教材上给出来的是什么？咱的教材上是给出来的是什么？是先河槽后按坡呀，对吧？但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建以及咱们的规范上给到的是先按坡后河槽。你挖的时候，你肯定是由由上往下进行开挖呀，对吧？你说你这个按坡跟河槽。 我肯定是先挖了岸坡，然后我再去挖河槽啊。那你就岸坡在开挖的时候，你不就又把我们的河槽进行啊、呃、破坏了吗？那你挖河槽，你一遍一遍的挖呀，明白了吗？哎，这个大家再次注意啊，这个要大家要再次注意的点。所以咱们在这儿给大家进行一个更正，好吗？啊，我们学员要注意了啊，咱们再次注意这一块儿。 变了，变了，变了，不一样啊！好，那么后边的分期分段呢？分期就是从不同的时间分段呢，就是我们要从空间给它分段，对不对？那么需要说，老师，如果考了怎么办呀？如果考了啊，听听好，我给大家的点。如果是一个多选题，如果是个多选题，出这个，OK，你选三个就行了，不要去选，不要去选。 虽然我说大家要认知上要知认知，要选个三个，好吗？选三个。那么如果今年咱们的二零二零教材再不变的话，你就选仨啊。如果说还你真变了，给我变成先河槽后岸坡了，那你就选四个，好吧？这是第一个应对方式，选仨。第二个单选不会出，不会就是让你在这个先岸坡后河槽这给你设陷阱。 因为呢，我们一般对于有歧义的地方，在考试过、在考试、在出真题的时候，老师们都会去避开。一定要注意，这就是我们提到的点，好吧？这就是两个应对方式。那么，在这儿如果出一个多选题，会怎么着？给大家混淆呢？会写上自下而上。你说你开挖的时候，你从下往上开挖呀，对吧？你从下往上开开挖啊。 你一,一般都是从上往下嘛你从下往上，你机器先下去，然后我我再往上开挖呀，对吧？一般情况下我们不采用这样的方式，哎，所以在这个要点上我们要再次注意，它会以自下而上来去混淆你，它一般不会说让你出个单选，让你选这个先岸破和河槽，哎，这个大家要去注意。好，这就是我们提到的点啊，一定要去考虑土土它是散粒状的，稳定性相对比较差的。 你如果坡度处理不好，你会容易擦擦，产生什么塌方啊、滑坡呀等等现象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安全，好吧？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啊，开挖方式。刚才我说了，有开挖方式，我们就有具体的开挖方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我们看完开挖方式的话，我们具体来去看一下开挖方法。开挖方法之前呢？ 我们讲了这么多了，来做道题，看一下真题里边到底怎么去考大家。刚才小仙说会不会出一个很简单的题呢？你看一八年这道题就很简单，考你什么？不要看书上就说我的，听我的。选什么？有错的吗？ 好，相信现在是没有错的啊。当你学的太多的时候，你可别忘了这儿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四呢。因为我们会后边还会给大家讲一个十二。那么十二呢，就是咱们的土和石嘛，土加石等于四加十二等于十六。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十二呢？我们后边还会跟大家去讲，好吧？好，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个简单的真题，就是简单真题，很简单。 好，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咱们的具体的开发方法。开发方法呢，咱们有两种，一个是机械开挖，一个是人工开挖。那么机械开挖，通俗的理解就是我们用机械进行开挖，对吧？好，那我们一起来，首先来去看一下机械开挖。那么机械开挖，我们在土方这儿主要涉及到的机械呢，有咱的挖掘机、推土机、铲运机，还有咱们的装载机，对吧？好，主要有这四种机械，我们一起来认知一下机械。 机械在这儿，我们主要是考到选择，后期我们会去结合相关的预算和成本考大家，所以我们对于机械的一个掌握，大家要作为一个基础，为后面的案例成本打基础，好吗？我们一起来看啊，首先我们来去看挖掘机，我们都认识，对吧？好，这就是咱们的挖掘机。那么认识了挖掘机以后，我们要从它的分类方法 再次去剧化一下它相关的内容。好，那么根据我们这个做工作的一个不同啊，工作的一个过程的不同，那么如果是呃、啊、我们周期性的，我们一般呢是单斗式；如果是我们的连续性呢，我们一般采用多斗式，对不对？但是咱们常见的呢，还是咱们单斗式周期性的比较灵活。 好，那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我们的单斗式。那么单斗式啊，根据这个工作装置的不同呢，我们又分为了正铲、反铲、所铲和抓铲，对吧？好，我们一起来认知一下啊。好，我们来认知一下我们的正铲。这就是咱们提到的正铲挖掘机。什么叫正铲呀？向上的，是不是？好，所以它就是提到了它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向前向上强制切土。 我们要注意啊，它是向前向上强制切土，对吧？强制切土，就因为你这个铲子啊，安到了咱们这一个柄上，对不对？哎，一个杆儿柄上，这个大家要注意。所以这就是咱们提到它的一个点。那么，所以它在这儿给出来了，说土石方开挖中常用的机械，我们学员就该说了，老师，可是我。 知道的应用最广泛的反而是反铲挖掘机啊，但是在这儿注意啊，它是常用的机械，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正铲挖掘机呀、啊，它这个斗量相当于是比较大的，对吧？哎，所以咱们在这儿要注意啊，它斗量比较大，所以在这儿给出来的是常用挖掘机。好，那么主要是适用于我们的一到一到四类的土都是可以啊，以及咱们这个爆破石渣的一个挖掘。 啊、哦，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因为它是向前向上进行挖土的，所以它适用于停机面以上的掌子啊，掌子就是这个工作面，对吧？好，这就是我们提到的正铲挖掘机。好，接下来我们再去看我们最最常见的、最最广用、应用比比较广泛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提到的反铲挖掘机。什么叫反铲呀？手掌向下了呗。 对不对？好，那么反铲挖掘机它的特点是什么呀？也是咱们的向后向下，但是呢，很像的，它也是强制截图，因为你这个铲子按到了咱们的钢柄上，对不对？强制截图，它是提到的，我们是向向下。 啊，向下、向后这样进行挖掘，好，所以它的适用条件呢，我们给出来的是一到三类土，一定要注意啊，啊我是没有四类土的啊，我们是没有四类土，因为四类土我们提到的是坚硬的粘土，对不对？含卵石的粘土，所以在这儿我们的反铲是不适用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主要是挖掘到这个停进面以下的、以下的这个掌子面，然后多用于挖这个什么开挖深度不大的基槽和水下的一个石渣。哎，所以在这个大家要去注意啊，这个反铲挖掘机,机和正铲挖掘机，首先它们的一个共同点都是强制截图，再有它们的方向不同。那么它们的方向不同，以及它们的应用的范围不同，对吧？在这儿一到四类，在这儿呢我们是一到三类。哎，所以在这个也要注意。 注意要点啊，只有三类图，不是一二三四啊？怎么就三类图啊？好，这个大家要注意，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凡产。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往下看所产。那么所产比较比较好理解，就是它的这个铲子是在。 到到哪儿啊？这个锁的，对吧？锁产挖掘机，所以锁产挖掘机呢，它是我们的要注意，它是这样的，对吧？所以它呢也是挖掘到停机面以下的一个掌子面，其斗容量呢是较大多用于开挖这个呃深度比较大的一个基槽，还有咱们的沟渠以及水下的一个土石啊。这个大家要去注意，这就是咱们的锁产。这个锁产挖掘机呢，我们是自重切土的。 啊，它前面不是一个劲的说强制切土吗？但是我们这个所产是自重切土的，因为它是往下进行挖的，靠的它的是自重，对不对？哎，所以在这个要点上我们要注意。好，这就是我们提到的所产，那么所产呢，其实呢我们的课本上没有提到，但是它的适用条件呢，我们是一到二类土啊，一到二类，一到二等，一到二类，这个要注意，好吧？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抓产，那么抓产是什么呀？ 它也是自重切土的，一根是我直上直下的，对吧？这就是咱们的抓铲，一定要和这就是咱们的抓铲，直上直下的去切土，所以它呢是可以挖掘这个停机面以上的及以下的长子，因为你是直上直下，只要在我这个方向上就 OK 啊。那么水利工程中呢，用于长挖这个土质比较松软的，所以我们的抓铲挖掘机它也主要适用于一到二类土。 啊，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单斗里边常见的正反锁，还有咱们的抓，对吧？哎，这几个挖挖掘机，我们一定要再次注意，在这四个挖掘机里边，说谁谁是最正产挖掘机是常用的，因为它可以适用于我们的一到四类图，对吧？那么我们的锁产和抓产，我们要注意它的适用条件是一到二类，那么对于咱们的反产呢，是一到三类。 哎，这个呢，就是咱们要注意的一个要点，好吧？通过我们前面的土的一个分类，联系咱们这个挖掘机主要进行挖掘的时候，它对于土的一个限制，就我们提到的单斗式的，对吧？好，那么根据它的工作装置不同，我们给到点。我们还有后边还提到了说，单斗式的挖掘机呢，按照行驶装置呢，我们又分为了履带式和轮胎式。这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履带是什么样子的呀？这样子的。那么轮胎是什么样子的？轮胎的。 对吧？哎，这就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了解的要点，就 OK。好，接下来我们看完单斗儿啊，是周期性的工作工作过程。那么还有连续性的呀，就是咱们说到的多斗。这个多斗儿啊就是这样子的，有多个这个斗，是不是？看这儿，连到一起的。那么就是因为你连到一起是连续性的，但是呢你又不灵活，对吧？所以我们的多斗儿呢，它的条件一定要注意，是应用的是比较少的。 你由于你的不灵活，所以就是应用的是比较少，对吧？好，那么我们来看多斗式的挖掘机分为了什么？什么链斗式的、斗轮的、滚切式的，了解一下就 OK 了。它不能挖掘硬土、岩石或冻土，只能挖掘不夹杂大块的什么一到一到三级的一个土壤，对吧？而且呢，大块这个尺寸呢是大于斗斗宽的零点二倍就不行。 啊，所以呀，这些条件呢，就限制了它用的比较少。所以对于多斗式的，我们了解就 OK。重点去掌握的是单斗式里边正反锁抓这四个挖掘机，它应对的相应的土类是什么，各自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特点是什么，就 OK。 好吧，对于挖掘机，它的分类就跟大家去讲这么多。好，那么讲完我们说到的挖掘机，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个应用比较多的推土机，有问题吗？好，那么来去看推土机啊！现在你就开始预测什么考不考啊？等着我给你预测啊，别着急，这就是我们提到的推土机。 其实推土机呢，我们比较常见，尤其是在水利里边会涉及到我们后边的人才机。这个推土机呢，会作为一种常用的机械，呃，体现到我们相应的一个单价分析表里边，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啊。首先，我们知道推土机它要完成的是什么？推土、运土和卸土三种作业，对不对？推土、运土和卸土。但是呢，它的主最最主要的工作呢是推土，所以对于我们相关的一些运具呢，就会有。 一限制，我们主要适用于呢，是一百米以内的短距离的运输。 啊，短径的运距，而且我们用到的它的一个挖呢，我们也可以到的是一到三类土的挖运啊，也就也就是说，它这个运土啊，呃，我们要有相关的一个要求，它进行挖运的时候呢，我们对土也有相关的要求，就 OK，这就是它相关的作用。好，那么知道推土机它的作用了以后，我们接下来来去看一下它相关的分类啊。那么对于推土机的分类呢，我们就比较多了。 那么推土机的分类标准不同，它的类型对应的也不一样。那么在此呢，我们出现这么多，就会出现相应的一个多选题的选择啊。来看啊，说推土机呢，按照行走装置不同，分为的是履带式的和轮胎式的。 啊，我们这个比较常见，刚才提到了，而且我们履带式的呢，应用的是最为更为广泛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传传动的方式不同，我们有什么呀？有我们的机械式的、液压机械和我们的液压式的。啊，对于这一块呢，我们新新型的大功率的推土机呢，多采用后边的扯液力机械式或者是咱们的液压式。啊，这个呢，我们采用的是比较多的。 好，那么我们的重点就来到了这一块，因为我们后边会讲比较多的一个分类方法，所以我们要去注意它们的相似点啊。说推土铲的安装方式不同呢，我们分为了两种，一种叫做回转式，一种叫做固定式。推土铲的不同，其实这两个呀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啊。这个回转式呢，我们叫做角铲啊，那么这个固定式呢，我们叫做直铲，直铲。 那么我们的固定式呢，就刚才看大家看到的啊，直铲式的，对吧？那么来去看我们的脚铲。什么叫脚铲呢？就是啊，我们提到的点呢，这就是我们的脚铲。脚铲就是我可以有角度的，对不对？有角度的进行相关的应用。那么这个脚铲呢是什么呀？就是在我们的竖直方向上，在我们的水平方向上，水平面、竖直面。 都可以进行呃推土，这就是我们提到的相关的点啊。再次注意，这个是可以去考咱的多选题的。推土铲的安装方式不同，我们有两个，一个是回转式，一个是固定式。固定式呢，相对于比较简单，所以应用比较广泛。哎，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关于推土机的第一个分类。好，那么第一个分类出了，然后我们还跟大家说到的第二个，就叫做它的开启方式。 啊，其实对于这个开行方式呢，在水利里边啊提到了比较多啊，就是我怎么在行驶过程中有它的一个行驶路径嘛，啊，行驶方式呢，这就是咱们提到的开行方式。那么推土机的开行方式呢，基本上是穿梭式的，也就是多排呀、啊，我可以一起去工作，对不对？互不影响，这就是我们提到的穿梭式的。哎，这个大家要去注意啊，推土机叫做穿梭式的开行方式。好，那么关于推土机呢，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铲运机。那什么叫铲运机啊？就是它既能铲又能运，对吧？名字这样子。对，这就是我们提到的铲运机。那么铲运机它的用途主要用作什么呢？铲、销、装载、运输，还有铺卸土啊，适用于我们的四级以下的土壤工作。要求作业地区的土壤呢，不含有树根、大石块和过多的杂草。 也就是我们既能产又能装又能运又能铺卸，这就是我们的产运机，用途是非常多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去看第二个，就是关于它的分类。好，那么我们来去看一下它的分类吧。那么对于产运机的分类呢，又有非常多的分类标准，提到非常多的分类标准。再次强调，我们是可以出相应的选择题，一定要懂了哦。好，那么与等着。 等着我们的装载机啊，你别着急啊，马上就有了啊！来去看我们产运机。那么产运机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类方式啊。第一个呢叫做行走方式，行走方式有两种啊，一个叫做拖式，一个叫做自行式。要注意啊，行走方式有两个，一个叫做拖式，一个叫做自行式。那么拖式是什么？拖式是什么？是我们相应的有拖拉机拖着走，对吧？拖式。 它是有拖拉机的，四形式呢就是自己，对吧？整体一个。那么在这一块我写到拖拉机，再次强调，它会结合咱们成本，让你去有用产用拖式产运的时候，让你去补充机械，补充机械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注意有一个拖拉机。再次强调啊，拖式有一个拖拉机。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点，第一个分类以及和成本挂钩的。好，第二个操作方式和前面一样，要么是液压的，要么是机械操作的。好，接着我们来去往下看第三个啊，说铲运机的卸土方式不同。刚才我们说推土机的推土铲的安装方式不同，这个呢是说铲运机啊有卸土铺卸土的方式，对不对？卸土方式不同，我们有强制式的、半强制式的和自由式的三种。 你看，咱的一四年的多选就考了，你怎么卸土啊？是不是让你往那卸，你就往那些强制式的呀？还是说我们呃半强制式的呀？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还是说自由式的？在哪里我们都可以，对不对？从哪个方向都可以，哎，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产运机的卸土方式有三个，是叫做自强、自强自自由强、强制式的和半强制式的。 哎，这就是我们提到一四年的多选。那如果真的给一道题让你去考考这个的话，你没有印象，你怎么去选出来？是不是？所以咱们给到的是自强。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啊，说产运机的装载方式不同，它也有装啊，装载的意思啊。为什么有些人老师看见产运机跟装载机一样？因为它有装载的作用嘛，是不是？装载机的不同呢，我们分为了普通式和链板式两种啊，了解。接下来我们来去看。 铲斗容量，我们这个铲斗啊，到底能装多大的呢？啊，说，呃，六立方米以下的呢，称为的是小型；六到十五呢，称为中型；十五以上的呢，称为大型。啊，所以在这注意一个要点啊，是六等于一加五，六到十五为中型。这个呢，就是咱们提到的一些数字上的点。好，这就是关于咱们铲运机。 它给到的一个分类的点，认识它的用途，认识到它的分类。我们在分类里边需要大家重点掌握两个：第一个行走方式，第二个就是卸土方式，对吧？对于第三个，关于铲斗的容量呢，我们作为它的一个补充，六等于一加五，六到十五为中型就 OK。好，这就是关于我们的铲运机需要大家注意的点。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就是来到了我们学员认知的什么装载机，对不对？ 好，那么装载机，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它所提到的用途，就是什么呀？装载机肯定第一个作用要干什么？就是装啊。 对不对？还有咱们的运卸，呃，还有短距离的一个运土，还有对，我们可以对一些岩石和硬土进行轻度的挖掘和推土作用，还可以去清理，作用是非常多的。所以咱们学员说，老师，我看着跟我工地上的装载机很像啊，因为装载机的作用也是非常多的，对吧？所以它出现到咱的工地上。 哎，这就是我们提到的第一个用途。接下来我们来去看第二个，又提到分类了啊。那么这个分类呢，我们来看一下，说行走装置分为轮式的和履带式的。其实这个轮式的，就是咱们提到的是轮胎式的，对吧？啊，轮胎的这个呢，是跟前面的是一样的。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卸载方式不同，我们前面提到了是说。 产运机的卸土方式不同，我们分为的是什么自强？那我们来去看啊，装载机的卸载方式不同，我们分为的是前卸、后卸、侧卸和回转式的，它们的方向是一样的，但是就是名字不一样了吧，对不对？那么侧重的点不不一样？来看啊，前卸是什么？就是从前边的，有这么叫的吗？<laughs> 有，这就是从前面的，对吧？前卸式的。 还有呢，我们提到的是后卸式的，那么后卸式呢，这就是我们提到后卸式的，它就是往后倒退，不用转方向，直接从通过咱们的滚轮直接卸到咱们的车上，对吧？哎，配自己的汽车，这有后卸式的。那么自侧卸呢，就是从这个方向侧卸式的，对吧？ 好，那我们来去看回转式的。那么回转就是咱们提到的自由斗式的，它可以在这儿来进行回转，进行一个方向上的把控，对吧？哎，这就是我们提到相关的关于这个卸载方式前后侧回啊，前后侧回都可以做的点。哎，所以它的名称在这儿啊。我们学员说，老师，我其实都没有见过什么侧卸的回转的，这两个见过。OK，只要见过，我们对它了解就 OK 了，好吧？你重点是区分它相关的一个名称。 好，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有一个额定的载重量，有小型、轻型、中型啊，还、呃、还有咱们的重型。这儿注意一个中型就 OK 了，四八四到八吨，这就是我们提到的装载机需要大家注意的点。你需要重点区分的就是我们的卸载方式，在这儿有一个点，对吧？再有呢，对于我们的额定载额呢，你一定要注意它的中型的四八，一个应用四八开，四八应用。 对吧？它的一个点啊、嗯，好，那么在这儿我看到了一个回转式的。除了回转式的装载机，我们前边还提到了一个回转式的什么？回转式的什么？哦，非常不错，啊、嗯，回转式的推土机，按照我们这个推土铲它的安装方式，所以啊，我们还有一个回转式的推。 土机、推土机，哎、啊，所以在这个要点上，我们分类比较多了，所以要进行一个联系。后边后边呢，我们要进行题目的一个练习，对吧？那么刚才提到分类，我们还可以说，你讲了这么多机械，它的作用，我们也要大家去注意。所以再有一个主要作用的对比，啊，就是说呀，它的作用有很多，我们主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主要作用。我们一起来看啊。 说我们讲了四个机械，挖掘、推土、装载和铲运啊，主要作用呢，挖掘机我们主要提到了一个就是挖土，对吧？所以是挖，挖土嘛，我没提到别的，挖土，呃，就是挖的土的类别不一样，对吧？我们来去看推土机，那么推土机呢，首先它的最最主要的作用肯定是推呀，对不对？那么运的话是短距离的运，那么运这个我们要控制到一百米的经济运距。 还有咱们相关的卸土，好，那么来看装载机。装载机最突出的一个点肯定是装啊，对吧？还有咱们运输以及卸土都是要有的，尤其是对于装载机，按照卸土方式的不同，我们分为的是什么？装载机按照卸土方式的不同，我们分为的是什么？前后侧回转。 对不对，前后侧回，对吧？哎，这个大家要注意。好，这就是咱们提到的装载机。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产运机啊，产运机就是有我们的产、产销、装、运、卸，就是比较，对吧？它的一个产运机的一个应用呢，相当于是更为广泛一些啊。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它的主要作用啊。我们一定要去掌握它的主要作用。主要作用其实最最最最体现的就是和它的名字是很相关的点。 啊，再再再,再次强调，机械里边你需要去掌握它的分类，需要去掌握它的作用，就 OK。这就是我们提到的相关的四种机械。好，那么关于我们的机械，跟大家说完了，咱们的机械开挖呢，也就跟大家说完了。那么除了机械开挖，我们还有一个叫什么？人工开挖。好，那我们来。 来去看人工开挖啊，说在不具备机械开挖条件下呢，或者说机械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用人工开挖，是不是啊？那那么我们接下来往下继续往下看这一段话的时候，就是有的情况下你要进行人工开挖是怎样子的啊？那么第一第一块呢，需要大家注意，说出于河床或者说地下水位以下的建筑物基础开挖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什么？排水。 水工作，也就是说呀，这句话就是说，如果你在实操里边有水的时候，你得把水给我排走，排走。为什么我们要进行干地施工？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其实它是一样的，对吧？你排水就是要进行的干地施工嘛。所以有水的时候，你一定要进行排水。河床是咱们的最低，对吧？河床、河漫滩，所以河床最低的时候，你要进行排水。地下水位以下肯定有水呀。 所以要进行排水，哎，所以第一个要点要注意的是排水。那们继续往下看，第二个，那么施工的时候啊，我们还要进行施工期间的一个汽水的一个排列，还有可能的降水，所以我们要进行的什么呀？挖相应的排水沟啊，分层往下挖就 OK 了，哎，这就是我们提到的排水第一个点。来看第二个点，需要大家注意的，说临近设计高程，也就是说我们挖到临近设计高程的时候。 一定要去注意，你不是直接给我挖到设计高程，直接给我挖到建基面，你要干什么？你要去预留零点二到零点三米的保护层。前面提到了啊，我们再不开挖，当上部结构施工的时候，我再予开挖啊，保证它的准确，不反复施工啊。这就是咱们提到的预留保护层的点，预留的是零点二到零点三米的保护层。那咱的一零年的单选题就考了你这个点。 就考了你这个零点二到零点三，没有考到你实操的案例，但是我们的案例题里边也会再次体现这个知识点的应用。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会涉及到一个两个点，第一个点排水有水的时候排水设排水沟，那么第二个点呢，我们要预留相应的保护层。 啊，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人工开挖啊。那么开挖方法跟大家说完了，接下来我们来做几道题练习一下我所涉及到的点到底在题目之中如何去呈现。好，我们来看啊，这个当然会啦，一会儿告诉你怎么开啊。怎么不会考案例啊？我告诉你一会儿啊，来看先看做这道题吧。铲运机按卸土方式可以分为什么？一四年。 自强是什么呀？咱们的强制式、半强制式一定要注意啊，这叫自由式。B、C、D。那么回转式，我们提到有推土机，对不对？还有咱们的装载装载机。那么自行式，自行式提到的是铲运机。按照我们的行走方式不同，我们分为拖式的和自行的。哎，这个大家要注意。所以我们给到的是 B C,、C、D，好，没有错。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零年吧。 说一零年这道题选什么呀？选什么？没错的吧？零点二到零点三，就考你一个数字，没有考你应用，对吧？所以这道题相对于是比较简单。好，那么看完简单题，我们一起来去看到案例题，看一下一三年这道案例的决选，如何去把前面的知识进行一个归类，告诉你。 案例题到底如何去出？好，我们来看啊，说某平原区拦河工程呢，闸实地基为含少量砾石的粘土，给出来一个自然深密度呢是幺八二零到幺九零零。那么基坑施施工的时候啊，这个施工单位采取的是反铲挖掘机配自卸汽车，将我们的闸实啊地基挖至建基面高程，弃土运距为一千米。好，来看啊。 来去看一下问题一，根据相应的一个土的工程分类标准呢，啊、呃，根据什么开发方法和开发的难易程度，土分为几类？土分为几类？三啊几类呀、啊？四类对吧？好，来看本工程扎实地基的土属于哪一类？那我们来去看扎实地基的土，我们老师说来着，和名称有关系，和它用的器具有关系，和这个自然深密度啊关系不太大。 对吧？我们来看啊，说含少量历史的粘土，而且有名称了，你就看名称的后面了。自然的湿密度我给出来一个范围，它是对应的就行了，好吧？那么含少量历史的粘土，它属于的是三类，对吧？哎，所以在第一个要点上我们没有问题，分为了四类，它属于的是三类。来看第二个啊，说背景资料中施工单位选用的土方挖开挖。 机具和开挖方法是否合适？简要说明理由。我们来看简要说明理由。那开挖的机具用的什么？我们来看开挖，我们用的是反铲挖掘机呀。反铲挖掘机，我们一般挖的是一到三类呀。OK，它是正确的，没有问题，合适。谁说不合适了？怎么不合适了，小天啊？怎么不合适了？它不是反铲挖掘机吗？正铲一二三都可以啊。 一二三四正产一二三四都可以，反产这不是一到三吗？三类是可以的呀，对吧？好，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啊。第一个要看好它有几个问题啊。开挖梯距也是一样的，开挖方法，开挖方法是什么呀？我直接用机械开挖至咱们这个建基面的高程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办？预留是不是哪个不对啊？这个不对，预留保护层啊。 你开挖到设计高程，就咱们提到建基面的时候，你要预留零点二到零点三米的保护层，暂不开挖，待我们的上部结构施工施工的时候，我们再进行开挖，保证它的安全，对不对？保证它不反复施工，保证它的精确。哎、啊，所以在这儿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的考题呀、啊，这就是我们的案例。 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我们的参考答案啊。那么，参考答案的第一个第一题呢，我们是分为了两小问，仍然是从从我们前面给大家讲到案例的时候跟大家说到，我们要养成好的习惯。第一小问，第二小问。第一小问呢，我们是共计四类。那如果我们学员直接给我写个四类，你说你这个两分啊，给不给你啊？你说，你说你这两分给不给你？给不给你？给不给你？ 给吧，给两分啊，给一分哪四类呀？就和咱们后边提到了，无论是质量事故还是咱们的安全生产事故啊啊，安全生产事故，我们都提到的。你总共分，它的事故分为了几类？你说四类吗？你要分为的是什么？提到的是一般质量事故啊，什么重大质量事故、啊、等等，对吧？所以我们要去句化。 这就是我们在案例题中需要跟大家强调的点，这两分啊，其实你是会的，但是你要去计划，你要写上共分为一二三四，共计四类，这两分你才能拿到手里，好吧？第一个小细节，来看第二个啊，说本工程渣士土分为属于几类呢？三类。那为什么让你去写？就是因为我们在案例题里边会考试大家，对吧？哎，所以第一问我们要注意，来看第二问。 那么第二问呢？它提到的是什么？说让你去涉及到的开挖机具和开挖方法合不合适？那你就要去分开了，因为一个合适，一个不合适嘛，对吧？所以我们要去试的，施工施工单位选用的土方开挖机具反铲挖掘机是合适的，说理由一到三类属于三类，所以是合适的。 那么第二个呢，说开挖方法是不合适的。临近咱们这个间进面的时候，你要预留保护层，暂不开挖，不能直接挖至它的间进面。这就是我们提到的点。问谁和谁的时候，一定要分开作答。以及我们后边提到大家的案例题的进度里边，问费用、问工期的时候，一定要分开作答，因为费用和工期他们有区分对待，对不对？他们取得的因素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让大家去注意。 啊，这就是我们给到大家这道案例题第一个目的，告诉大家我们普通的知识在案例题中如何去体现。第二个问题，你在答案例题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它的细节全面化，才可以拿到你的高分，而并不是我只拿百分之五十的分好，这就是我们提到的案例的应用，get 到了吗？我配自卸汽车了，你管我自卸汽车还运个一千米还运不了，又不是推土机，对吧？ 随便儿，随便写。好，那么 OK，那么我们看完我们的种最重要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渠道开挖啊。其实我们这个渠道开挖呢，我们比较简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点。首先，它也有人工和机械。我们选择方法的时候，我们要根据什么条件呀、种类呀，还有它的尺寸等因素进行确定。那只不过呀，咱们这个渠道开挖的土方呢，一般堆到我们的渠道两侧，作为一个取堤啊，就是我们渠道开挖的时候啊。 我们一般堆到这个渠道两侧，作为一个渠堤啊，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就 OK。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它具体开挖的时候要注意的要点。第一个，个人工开挖。 那么人工开挖跟前面一样，我们要去分层下挖的，对不对？只不过呢，在这儿会确化一点它的一个方向，是我们自中心向外分层下挖哦，我们从中心向外进行分层下挖的，哎，这个大家要注意。那么，而且我们这个边坡呢，它的这个挖呢，我们要做成像的一个台阶状。 我们要做成像台阶这样，保证它的稳定性啊。挖至我们设计深度的时候啊，再进行削坡。受地下水的一个影响呢，我们要有相应的排水沟啊。开挖方式呢，有一次到底的开挖，也有咱们相应的分层下挖。你看，咱们提到的二四六呢，二四六就是咱们提到的开挖顺序。一三五七呢，这个一三五还有这个一三五七，这个就提到了咱们设计相应的排水沟，我们要去排水。 哎、嗯，所以对于人工开挖这儿，我们注意的也要点呢，就是它的一个方向，我们自中心向外分层进行开挖。那么再有呢，我们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当这个稳为了稳定性，我们会做成相应的一个形状，叫做台阶状，就 OK。这就是我们提到的渠道开挖需要大家注意的点，好吧？有问题吗？ 好、哦，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第二个，第二个呢叫做机械开挖啊。其实对于机械开挖呢，我们在在前面跟大家涉及到的是有咱们的挖掘机，对吧？还有咱们的铲运机、推土机啊、装载机。但是在这个渠道里边啊，我们主要用了两个，一个叫做推土机开挖，一个叫做铲运机开挖，不涉及我们什么挖掘机和装载机了。 对吧？哎，这个大家要注意。那么，对于推土机开挖渠道的时候啊，咱们要去注意的要点啊，推土机在前面进行运距的时候，我们有它相应的一个运距的要求。那么，推土机进行开挖的时候啊，我们也有相关的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对它的开挖深度有要求；第二个呢，我们还要对它填筑的一个坡度还有它的高度有要求。我们来去看深度啊，这就是咱们推土机进行开挖的时候，它深度啊不能太深。 你说你这个推土机，它本身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推土，对不对？所以它对于开挖并不是它最主要的作用，所以它有相应的一个点的限制。我们来看啊，说开挖深度不宜超过的是多少？一点五到两米，给到的一点五到两米。第一个不便利，第二个费时，对吧？所以呢，我们给到的相关的限制是一点五到二零。 两米，好，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推土，这个推上来以后，我们进行一个堆成箱的一个低顶，这个低顶啊，就是咱们不是堆到两边嘛，对吧？这个低顶呢，这个高度我们也要有限制啊，就是保证它的工作量嘛。好，那么不宜超过二到三米，啊，有从稳定，从工作量。再有呢，我们在这儿会提到一个坡度，坡度也是稳定性。这个坡度呢，我们是一般不宜等于一比二。 啊，所以大家这儿注意要点又出现了一个坡度的限制啊，坡度呢不能等于一比二，肯定是越缓越稳定啊，是不是？哎，所以在这儿注意的要点，其实，在这一块儿啊，呃，我提到了坡度，我们在前面也给大家提到一个坡度，我第一次课提到的是什么样的坡度呢？我第一次课提到了一个堤防，不对，堤防还记得吗？啊，一级堤防。 它的一个坡度，但是呢，这个堤防的坡度呢，我们作为了解就 OK 了。堤防的坡度也是一般，我这儿会提到了一个一比三，对吧？哎，我没提到渠道，呵呵我提到了一个堤防啊，堤防和堤防相关的有一个小坡度一比三，但是呢，这个一比三呢不作为重点，我们的重点在这儿。那么，我们的重点坡度，这是第一个。 我们的重点坡度，这是第一个，肯定是越缓越好啊。对于推土机去开挖渠道的时候，我们堆筑的这个低顶、低顶这儿，它这个控制的这个坡度是一比二。哎，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四个坡度，对，非常，你咋这棒呢？ 五动都知道我说到的四个坡度啊，这是咱们提到的第一个需要大家掌握的第一个坡度，好吧？好，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产运机吧。那么产运机去开挖渠道的时候呢，也提到了一个开行方式啊，说产运机开挖渠道的开行方式呢有两个，一个是环形的，一个是八字形的。哎，我们来看下边这个呢就是八字形的，那么我们的上边两个呢就是环形的。 对吧？哎所以在这个要点上，我们注意一下就 OK 啊。那么知道它的开行方式有两个，一个是环形的，一个是八字形的。因为前边我们提到了推土机的开行方式是穿梭式的。哎，所以在这一块呢，它的一个混淆点，我们要注意就 OK。好，这就是我们对于产运机、还有咱们的推土机开挖渠道以及人工开挖渠道里边需要大家注意的点。 好，接下来我们来去练一道题，我们来去看一下，在题目之中如何综合性的去考大家啊？说下列有关渠道开挖说法正确的是什么？A、B、C、D。好，A B, C,、B、C、D，来看 A，说采用人工开挖渠道时，边坡不宜做成台阶状。我们什么？人工开挖的时候，我们为了稳定性，我们要做成台阶状，所以 A 是不对的。来看 B。 采用推土机开挖渠道，其开挖深度为三米，对吗？B 是多少米？呵呵这么厉害？B 是多少米？一点五，一点五二米，一点五米到两米，对吧？好，一点五到两米，你说你这三米已经太高了，对吧？好，我们来看啊，说推土机开挖渠道的开行方式有环形开行。 C 对吗？C 是不对的，环形开行方式属于的是铲运机、推土机，它的一个基本开行方式是穿错式的，对吧？所以我们的 C 是不对的，张冠李戴了。来看 D 选项，说人工开挖渠道在干地上应自中心自中心向两边，而且我们要去分层进行开挖，所以我们的 D 是正确的。 选到的是四 D 选项啊，我们要去注意这种综合性的一个考题的出现，好吧？嗯，对，要设置排水沟。好，那么关于咱们的土方开挖，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啊，我们讲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